まだ今日はこのチビからこのこのサイズステーキス。
我送了个芝麻黄给你。
的喜欢拍照，你知道吗？昨天嘛就拍了一桶。六个人啊，他妈的两个都是吉拉库啊，都是吉拉库，他是六个人，那个十个人都是吉拉库，二つあれあります。あれも吉拉库の。你那边捡吗？我他妈的24个生蚝哎！他妈两把呀！我操！我说一打，看不上了。对，两把。挂着我说后面的生蚝怎么都被你捡完了？来，好，走，走，走。没看到我都忙得已经不出去卖了吗？你就一个劲的卖，我也不杀了，我也出去卖，我也不杀了，让他们杀好了。大大龙虾，大蛇，这几个，前面那只黄的忘了看了，最近开了啊。老板娘的口子要慢点啊，把你打开，你切片啊，来，那他妈两锅好不好？那个糖牛丸，然后这锅叫什么？我他妈老板吃吗？肯定啊，香港的。哦，这边走过去吧，一万每千，1500公斤。黄山去解咁啊，一千五公斤，他妈看一路逛下来，他妈的。除非不想反弹的，不然只要一想反弹的话，肯定就会回来。我们不是一颗才50块吗？我讲的。哎，10本是给了，送钱。我那天叫你换了，太叫你换了，你这个是五个人家，都三种里面了。Thank you.
한번와저놈은봐응맛있게¿Qué pasa, men?
待って、分からなくなるよ。いいよ、持ってくよ。分からないか。なんで日本人だ。おい、まだ、まだまだ。雨だからね。Thank you.